那些年的体育课。按照国际惯例哈，纪委先带着同学们跑两圈。这个又要跑，下班是几万回就解散了。老师不舒服啊。民班女生一上体育课哪儿不舒服，下次不允许了。其他同学来跑。一、二、一。体育老师没看到，切。又不这样。Yes， 少跑了一圈。天气也比较炎热，我们就不做其他运动了哈，自己拿器材自由活动，下课前集合。看预报成。解散。我下打扫嘞。那边不是有一个吗？他们是什么呀？做些运动啊，做这成年不行吗？耳背耳劈。那不是陈老师的微信吗？他没有关头屏，快看！原来是跟馒头要吵架了，就因为这个对我们发火，不合适。人都有七情六欲，你就不能理解一下吗？陈老师平时对我们这么凶，但是在爱情中还是太卑微了吗？陈老师要好好的道歉呀！我不才不想自己复习吗？啥子事情要我推到你们？全班五十几个同学，我管得过来过吗？啊？这是你给我的新三九胃泰吗？我就知道你还是在乎我。老师，那是我给你的，你能不能不要在爱情中迷失自己了？就是嘛，郑老师，不在乎你的人没必要为了情商的。对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来，同学们，清晰不拿出来。老师，要不要把我的歌介绍给你 ？No， 不不不，不要说闲话哈。哎，不过你们咋啥来的啊？来，这么几个同学啥？毕业旅行，这是我喜欢的男生，这是分别前最后的一次毕业旅行，也是我最后的机会，但我感觉他并不喜欢我。你是在看反了吧？没有，我在看发呆。小伙儿真娘，喜欢就会追，就留下机会了，不要留遗憾。他是那么的优秀，身边有很多女孩子追，是啊，他怎么会喜欢我呢？哎呀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嘛？小芬，啊，重吗？要不要我帮你拿？啊，不用了。凡哥，我的行李箱好重呀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你帮莹莹嘛，我拿得动，你去帮嘛，你去嘛。嗯，可是还没得事，重。
饭馆，你的巧克力叔叔。以后不要再提他名字好吗？妈妈，最后漂亮不是吗？今天最后一次见，我们打扮好看点，让他知道你有多漂亮，让他后悔。我把我自己的衣服借给你。哎呀，不用了。哎呀，咋了嘛？高考完填志愿。妈，我就想去省外，就读省内的学校挺好的。为啥子不让我去省外读书嘛？我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我难道没得一点选择的权利吗？你再大，我也是你妈，你也是我女儿，我没得去的哪里有权利？省内有啥子不好？离家近，来回学校也方便，不好吗？不好，我跟你说一声，你少在那儿，我叫你的说，你万一以后出点事情隔得远，我屋里老婆赶都赶不过来，老婆来帮你啊？你晓不晓得哦？不行，我要去。不得行。我就要去，你妈那么搞脾气，我还住得你好，我每天从早到晚帮你洗洗的碗，你说不说啊？我连吹啥？你让我长大了晓得。喂，郑老师，我想咨询一下。你妈还是不同意你报省外的学校啊？真的是，我也没办法的。你好声好气跟你妈妈说。我就是想把我捆绑到你身边，她根本就不懂我的感受，她就是把我当成她。吃饭了。你甩脸色给哪看？等于说还是我做错了嗦。我那几天天天起早贪黑帮你看学校，天天给招生部老师打电话咨询你志愿的事情。我着急的晚上睡都睡不着，我每天弄来一个又哭了吧？我是你妈，我不是你的仇人，我不能管你了。你要怎样怎样，你要上大学就上大学，我以后都不管了，我都不管了。高考完填志愿。Thank you. See you next time. 你妈说就填这个 college， 这个 college 的金融 is very good， 就报这个。妈，我的第一志愿是网络与新媒体。No way，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。学什么专业不仅是你的事情，而是我们全家的事情。哎，是我上大学还是你们上大学啊？我就想学那个。你又不是艺术生 ，study 这种不务正业的专业干什么？就算你学的再好，难道会比金融这个铁饭碗更好吗？你就是在歧视啊 ！Oh my gosh, my daughter, mom 也是为了你好。新媒体这一风头一过去，你该怎么办？但是金融 different， 无论怎样 ，anywhere 都不会失职。这才是你该 choose 的。Besides， 你要为爸爸妈妈考虑呀。等我们七老八十，难道还要我们来养你吗？如果你不选择金融，就是你不孝顺。你就是在道德绑架，你不要捆绑我的人生好不好？你看看隔壁 Uncle John 的儿子 Richard， 人家大学就是学的金融，现在在凡尔赛大街照样做的风生水起。Why not？ 新媒体是新兴行业，你不懂就不代表它就不好啊。No， 你是我的 doctor， 你就该 listen to me。我今天交给你。好了，来跟着我填哈。第一志愿来填这个，第二志愿填这个，第一全部都已经选好了，还问我干嘛？你自己选给自己。你发什么脾气啊？真是无法无天呐！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谁呀、啊？还不是为了你。爱着到永远多渴。